大家好，我是三喵啊，就不闲什么上岗了啊。那么前一段时间也是啊，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是这个俄国距离某国边界就那么几十公里的地方啊，然后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核污染事件。那么当地的这个核污染这件事情啊，已经超标正常值1600多倍。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来说，离最近的这个居民应该知道，但是不是这件事情是出口转内销啊？先是这边俄国有人先捅出来啊，这个俄国虽然我们说是这个惨无人道，或者说这个挺不是东西的，但是比起某些大国来说，人家的地板可能是某些大国的天花板，甚至比某些大国的天花板还要高。然后俄国捅出来之后，路透社报道，然后这个距离几十公里的大国居民才得以知晓，而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某大国的这些媒体是集体沉默，不作一言。那想起来啊，去年8、9月份的时候，那么日本当时所谓的这个福岛排污这件事情，那个各路的媒体，不管是官办的媒体还是自媒体，真的是啊，这个甚嚣且尘上，这个甚至包括李永乐老师也在这个兴致勃勃。那么我记得当时这个有些学生说这个不吃虾，为什么不吃虾呢？因为说这个是核污染的啊，他们是真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说这件事情，就是媒体在塑造这种大家伙的这种认知。其实你要说起来，咱就不说你现在去买一个盖革计数器去这个上海金山啊，或者哪儿的这个海边去测了啊，咱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个的俄国、苏联、俄国他们的这种核废料的处理。所以说，有的人总是在嘲笑啊，为什么有一些国家要禁止核电站、禁止这些东西？就是以我们人类目前这样的技术水平的话，想要安全的处理核废料，的确是花费代价非常非常高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如果你又碰上苏俄那样的粗放管理的话，那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咱就不说苏俄发生的这种核电事故了啊，你像这个切尔诺贝利，你再比如说苏联的这个 K19，这个潜水艇等等等等，哎，就说这个，在科拉半岛那边有一个核潜艇坟场啊，科拉半岛那边的核潜艇坟场就是啊，当时管杀不管埋，管造不管拆，那么多核潜艇就在那边退役了以后，这些核反应堆到底应该怎么办？你按理来说，它每一个潜艇2个反应堆，每个反应堆里面大概得有那么几100多个、200个燃料罐，把这个燃料罐想办法弄出来之后，放进那种密闭的钢桶里面啊，然后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那种墨绿色的小火车啊，载着这些钢桶运到乌拉尔山那边，那么可能再继续往东去运。那么这个克拉半岛那边的那个城市莫尔曼斯克吧，还是北德文斯克那个市里面，大钟底下就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除了时间之外，还会有一个显示这个，辐射计量单位的东西啊，这在当地的居民这里已经比较日常了。你看苏俄，他们对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个苏俄有一点好处啊，就是这个领土广大，我的这些核废料放在哪里其实都是 OK 的。但是啊，只不过这个苏俄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嘞？就是你的这个核废料，它不管它放到哪儿啊，那么反正尽可能远离它的这些权贵。那么为什么不放到北极那些地方？可能那些地方成本代价很高，那就给放到远东这些地方。其实说到底呀，还是没有把南边的这个大国南斯拉夫那么当成自己的兄弟啊，这个也意外，这个也不出意外嘛。就是这个南斯拉夫很多地方的人是把俄国当成自己的兄弟盟邦，结果呢，这俄国不也就爆出了什么事儿呢？纪念《瑷珲条约》，
然后这个纪念各种各样的这个让南斯拉夫这边脸上无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反正就是这样的父子关系，这样的兄弟情谊，然后还是有很多人舔着脸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人，我寻思着这俄国如果不欺负欺负他们，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对不对？这已经不能叫懦弱了，这就是一个字儿贱，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氛围里，这个媒体啊，你说媒体它为什么这个能够对美国和日本那样子这个样子？因为他去骂美国和日本是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哎，这个叫政治正确。虽然你可以从这个电影频道里面啊，这个中美关系一好就可以放黄河决裂，一坏就要放什么上甘岭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啊，骂美国在某些地方那个是政治正确，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所以说这个媒体就真的塑造成了这个样子。那么骂俄国呢，那么即使可以不用承担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东西，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拉夫罗夫还访问了南斯拉夫吗？你可以不用承担国际上的东西，但是谁知道上面的领导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不对？谁知道这个上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哎呀，有人总是说这个国家的这个记者都该杀，那么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万马齐喑究可哀，都是媒体的悲哀。那么我想说的是，媒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么毕竟都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他的这个能量是有限的，不能把媒体去想象成一个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救世主。在这种情况下啊，对，即使是你去批判国足，那很多人还会在说，国足踢得这么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媒体在那瞎瞎掺和。你可以想象一下，连国足踢得差都可以把锅甩到媒体上，那么你觉得其他那些没有被公布的事情又当如何呢？所以说，媒体弄成这个样子，也就不要怪别人了。这个你可以说是林语堂的那本书《无国与无民》亲自选下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俄国的这次核辐射，那么不出意料的，大家静悄悄的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毕竟这个这里的民众忍耐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不信比那个日本核辐射这个辐射剂量高出多少多少的，你去金山那边拿着盖格计数器去测的那个东西都能忍耐。那么兄弟之邦的东西啊，慈父之邦的东西，这怎么能叫核辐射呢？对不对？这叫爱的照射呀，对吧？所以说这个这叫什么？纵作鬼也幸福，就是已经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大家习惯于这些东西了，那么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挺悲哀的，但是是挺悲哀的，但是这的确是很多啊，民众也好，或者说官府也好，那么这样的选择到最后造成了这个结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而且呢，很多人都已经对这次核辐射，这个俄国的核辐射已经定性了，叫什么呢？都是美帝搞的鬼，对吧？哎呀，这俄国也真的太逊了，自己国家境内的核废料存储设施啊，没搞好，都是美帝搞的鬼，行吧？都是美帝搞的鬼。那么行，今儿啊，咱们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